신청. 哎呀，又中了！小伙子啊，你的手气太好了，一把就中，都没用到第二次机会。谁叫运气？运气！哎，行行行行，不玩了，你这太厉害了，不玩了，你的手气太好了。哎，这才拿到哪儿？还厉害！我这都没钱了，再玩两把。再玩两把啊！两把两把。可不能老赢。那这边玩十块还是20的？20的。20那也可以。嗯，老八。老板。哎，20。哎呀，手气太好了。翻张牌，看好了。哎。来。请抽。这个，哎，别抽走，没关系，还有一次。哎呀，小宝子，我就说嘛，你运气不一定老好啊。没事，继续。他玩啊？玩。好吧，来，来20，又玩20呀？20，好，行，小的没意思。看好了，三张牌，再抽，这个，哎呀，没中啊。换只手，这个，你把我兄弟全赢走了。哎，主要是这哥们儿昨天手气太背了，要不今天再玩两把，把昨天输的全赢回去。哎，我兄弟已经没钱了，要不我陪你玩两把呀？有钱不赚，我又不是傻子，玩就玩呗。要不这样吧，10块20的没意思，咱玩大点怎么样？一定玩到大的，咱们500、1000的怎么样？你这不是抽大王吗？抽中了你给我1000，抽不中500全给你，敢不敢玩？张哥太大了，哎，没事，你听我的啊，没事，听我的，敢不敢玩？玩就玩呗，谁怕谁呀？来，发牌。请抽吧，好了是吧？请这张，不是，这张也不是，是不是这张？来，试试大哥，大哥，再把你赢了，来玩下一把。大哥，不过咱说好了，再玩的话你就不能用刚才这样排除法，咱直接抽。昨天就这样玩了，是不是？直接抽，行不行？抽也行。我再换个规矩，让我兄弟发牌怎么样？怎么害怕呀？有作弊了？我哪能作弊呢？不会问，发就发呗，发。好，我兄弟发牌。啊，好，发牌。行。看好了啊。我开始了啊。这张。输了吧，掏钱。大哥，不玩了，我还有事呢。哎，没事。说好玩三把，怎么玩了？还差一把。大哥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昨天赢了你兄弟3000，你看刚才你也赢了2000，剩下1000我找不着。
大哥就剩120了。你看，要不这样，大哥，那1000块钱，改天我再给你，行不行？